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咸蛋报社。极地、高山、大荒漠、大沼泽、热带雨林以及某些自然保护区等，都有着自然界的鬼斧神工。这些景观十分壮丽秀美，未受人类影响的景观在适合人类生存的地域附近已经很少存在，因此严格说来，自然景观很难寻获，更不易鉴定。而今天小编就带大家认识一个十分不易的景观，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著名的沿海城市圣迭戈附近，有一块非常薄的岩石，当地人都叫它纸片岩，又叫页岩，属于沉积岩，形成于进水的环境中，泥沙经过长时间的沉积，所以经常存在于湖泊、河流三角洲地带，在海洋大陆架中也有页岩的形成。这块看似一折就断的石头引来了许多人前来拍照，游客好像置身在悬崖边或是云端。其实这块石头能够承受相当多的重量，只要角度合适，实际上岩石离地面也就两米左右。然后那个岩石也被人叫做薯片岩，该岩石由于长期风化剥蚀而形成，其在风化过程中形成了特殊的上拱形态，这个形态对于分散本身重力有极大的作用，也有助于分散人站在上面所形成的附加压力，将所有的压力传递到岩石根部有支撑点的地方，所以它才可以支撑十几个人都不会断裂。所以在照片里你就可以充当一次勇者了。坐在这块看似风一吹就断的石头上也是需要挺大的勇气的，毕竟作为一个被害妄想症患者，总觉得自己会成为那第一个把它坐断的人。好吧，希望地球人不断的作妖，让我们继续吐槽世界如此枯燥，新闻也需要情调，还不点关注，你是在等什么呢？